没几秒的。 红砖楼的人呢？红砖楼三个，可能要拉出来了。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楼里没留人吗？左边坡有一个。哎，我操！我里面有个枪，操！我操！这火箭筒不行，炸走了。回家那个一滴。石头倒了，石头倒了。来来来，我操！他趴下来补。 也跑过去了，左边左边。我操，是这个助攻吗？我操，游龙这一波，兄弟。游龙吗？游龙包游龙。肥啊，我不针对。很针对吗？那这个要办公室这话，谁自己亲口说？三。右边有车，右边有车，右边有车。他也在冲头，他冲头在前面，那是包面。三秒，三秒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。有车过去捡了，有车过去捡了。No！ 冲头箱后面一个，一个就一个就一个。完了，打头了，兄弟。先救人，还搁那舔包，陈总。把鬼子叫脸了，快！有的，那个车库，小车库。龙哥被左右夹击了，小车库里，龙哥。 人二倒还先摁你，来得及，来得及。我来。三级套妹控在你身上也不知道有啥用。我在搞节目效果，老板。我这叫对库里男的渴望。哎，你再这样搞下去，我怕你职业都打不了了。好像没人了。 队友没来啊！哎，对，来了。队友。石头后，石头后，石头后，哎，右边有的。左边有两个。没爆。来了，我来了。这是坡。底坡烟里吗？没，左边。 牛逼！这才叫直播！你妈那什么？对，这应该是那三标的那个吧？他是。啊！突然！这好像掉线了，这兄弟。<笑> 这鸡说吃就吃的吗？这么容易，我懂了。<笑>只能看龙哥的了。妈吓我一跳，这逼。学吧。 看看人家陈托马，我的背部龙龙边，哎，活着龙哥改变规则了，活着吃鸡的人才能收到。哦，两个，敢拉你，跟谁配看呢？ 完了，这个是。哎呀，这个逼坡呀！哎，可惜了。